7月14号 NBA 2KOL2 全国联赛 S2 赛季终于拉开了总决赛的序幕。知名演员王鹤棣、前中国男篮国家队队员朱芳雨作为草根篮球助力人到场支持。经过一轮番激烈的对决，最终由十亿捧起王朝模式冠军奖杯，大批懂个球战队登上街头模式的冠军宝座。两场极具对抗性和欣赏性的对决为 S2 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王鹤棣在活动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坚持就一定会有结果，大家虽然都是草根出身，但是大家热爱的都是同一个东西。当被问到小时候的梦想的时候，弟弟说小时候就幻想过自己长大是个 NBA 球星。幻想过就自己小时候就幻想自己是个 NBA 球星，然后在那个球场上欢呼啊什么，就都有幻想过。芒果老新闻是不是见识到了草根篮球的魅力呢？报道。